我们今天要开箱这个巧巧的新玩具，它是一个泡泡机，给大家看。我拿剪刀。好，你拿剪刀。新玩具哇！是一只螃蟹，这个是泡泡机，它主要就是让小孩子可以在浴室里玩耍。哦，好，螃蟹出来了，阿乔里面有什么？电池。有电池哦，真的哦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要拿工具耶，我去拿工具。好。它这个有两个孔，就是要从这里打开。好了好了，换另外一个，换另外一个。打开了。好。好。打开了。好。好，那嘴巴可以打开。好。先找一下哦，电池。打开，这个是要装在这里，这里面，好，可以，然后把盖子再放回去，对，好的，可以。那这里有一个橡皮圈，然后要把它装在那边，预防电池。那我们现在加水，我们青蛙呢？好，可以。阿小泡泡出来了，就这样。有泡泡了，阿小有泡泡了。好酷哦！刚是因为那个里面那一颗球没有装好，所以才没有泡泡。它正常是这样。哇，小泡泡哎！泡泡泡泡泡泡，先这样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再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订阅我们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